家里玩的是光光，要是不光光，当然。接下来我姐姐啊，接下来我们那个，我爷爷是以后，家属你们哪个地方？新建市的，是哪个的？宋子忠，在这个里。哎呀妈！哎呀妈！哎呀，来过来！哎呀，聊完我们的。他们那边。哎，那边。什么单子？俺出去上班的是吧？干啥了？干啥了？镇长是威武了。我们老板那个是。老胡啊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上上上，两边不行，上再上一点。坐呀，坐呀！哎，走好了没？我的裤子在那。还可以，还有还可以，还可以上，还可以上，还可以上，两边一直上，还可以上，还可以上，上了，还可以上。张老板，好没？好，这好多呢。应该啊，摸过来。啊，摸过来，摸过来。摸过来，找过来。还有地儿呢，还有地儿，我们干。满了。您请进吧，好，民众啊。好，你今天都是浪费的。